今天看自己不爽，就可以拿。Hello， 我们又是我们，还有 Kevin 刘，我们今天来的 Dallas 的植物园，然后这个 OU 在上面有很多的难瓜，超，这是因为是。万圣节是因为万圣节才有南瓜吗？没有，秋天本来就是南瓜。它明明好可爱哦、喔，这是胡瓜吧？你做什么？这个是胡瓜吧？为什么他们南瓜都长得长？吧？冬瓜吗？不是吧？把瓜？这长得好奇怪哦、喔。好可爱哦！好可爱哦！安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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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笑得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对啊，我们也是在这边找到他的。感觉有无限的。我觉得可以当椅子坐哎、欸，我也觉得没有很那里好像很漂亮哎、欸。我们的路线是怎么样？往前走，然后再过来。好啊。前阵子没南瓜了，真的不正常。漂亮。去年来的时候它很厉害。都还没了，前面还有，前面有很多。应该是我记得它有。今天有一个人，有点模糊。今天有一个人讲话很奇怪，就莫名其妙的。还有攻击性，还有攻击性。然后，因为呢，这个地方是他们公司赞助的，所以我们进来是免费。然后呢，因为他有一个工作 pass， 他刚进门的时候，我们想说我们可能要排另外一边。把你们带来，然后说有攻击性。他一下讲话超那个的，然后他就说。他排的，他说 I'm not general， 所以他就可以排另外一个。哦，超美的后面。他在自己拍啦。摆在这边啦，这才重点。大可爱哦。啊，那个可爱。好，我们要走进去了吗？啊，南瓜弄成一个狗子。哇，排那么长。为了照那排队的关系啊，这都在排队要照相。你去前面拍就好了。白色的耶。这是马。你要坐了吧？你要蹲着不好。蹲着，人家裙子都曝光了。那坐不是一样吗？哎呦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哎呦，要说人话了，说人话。你帮我拍。仙杜瑞拉的马车超可爱。我照不好被骂，当然要照得好。录到了，这个录到了，好可怜哦 ，cameraman。我们进来这个区块已经大概半个小时了吗？有半个小时吧，不止吧。第一栋就不知道照多久，对，就一直在等，因为好多人要排队照相，所以就一直在等待。我们的一号 camera man， 这边有卖罐头。然后现在超热，要买 pumpkin， 你们要买吗？再看就好。K 油说这很像蛇，其实有点像哎，超像，还有眼睛。然后这个吉拉说干掉掉了，不会变成蛇，就干掉了。那边有一个那个结婚的，结婚，我们本来就是想在那边。那边好像也可以走过去吧，这边有一个小路在走。有那，哎呦，那妹妹干嘛？那种现在没有花。那个结婚的场景，我朋友说他本来想要在这里办婚礼，就是九一四啊啊啊！哦，你好漂亮哦！你们想要我们
对啊，这是弯弯的。白石湖。哦，那边刚刚是结婚，这是吃饭的场景。你不要再往前，那边土是湿的。哦。干嘛？你现在是婚礼策划？这也很漂亮哎。没有没有，来。这风景超赞，然后那里还有人在玩帆船。在这里一个人拍一张。好啊，我们拍一张。超美这里，哦，有个洞，有一个漏，超棒的。Hello。这我跟九一是定情的地方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说你求，不是求婚啊？不是啊，我跟他告，我跟他告白。你跟他告白？我们第二次约会啊。来来来，告白。哦哦。然后我就这样走走走走走。你说在这个 Waira Lake 这边，哦，对面，你们为什么会到这边约会？这样才可以把到、啊，这样才可以把到，拒绝他直接把他推到海。哇，我们今天出来蛮有意义的，我们现在在到人家定情的地方哦。哇，很脏。这好像那个 Vivi 啊，这好像直升机的那个。我以为要用蜜蜂怎么办？不会啦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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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我要远一点，你这样滚两步就进来了。我看了弟弟的表情。然后等一下他在滚的时候就不要拍他。好了没？有。你有没有在录影？有，我在录啊。太远了，可能。啊！你叫你去滚，不要，为什么？他刚刚讲那么多。滚下来一起喝饮料，我们那安吉啊，哎，你刚刚拍好像没有拍到，哎，你滚下来的样子。有吧？刚我按应该没有，那可能要是重过一次。骗人！我看，我确定我按了才那个。他很大杯的哦，不要辣的哦，不要我减肥，我喝水就好。那我请你喝水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可以那杯先欠着，可以欠着。等一下，你刚刚那个 action 怎么办？痛！你就拍那小弟弟滚就好了啦。我觉得我们人太大只了，滚会很痛。我滚，滚两步而已。你拍他滚就好，你拍他滚，你拍他滚，这滚很蠢。你要是滚，你已经滚了、啊，有什么好蠢不蠢的？要一起再滚。要没办法刹车就直接滚到那个。哎，好刺。没有，我刚觉得我刹不住了，所以赶快跳起来。这还蛮危险的，其实。那 Kelly 要不要去？不要用滚的，你就你变成定情的地方。痛到死。结婚的场景。在结婚那两个人翘这样子好吗？翘这样子好吗？我没有很喜欢这边的生活。所以如果你是要在这里结婚，你是要从那边走过来，然后站在这里哦。对。哦。那你不觉得这两个人很突兀吗？前面还有水池的，我记得，哎，怎么挡起来？我们逛完，好臭、哦，有大象的大便味。大象？你怎么分得出来是大象？因为去动物园的时候会闻到啊。动物园那么多动物，你怎么分得出是大象？大象的很容易闻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逛完了，超热的，我们要去喝饮料。九一四还唯美吗？哈，我也根本看不到，太阳太大了。对啊，九一四还是美美的。我看不到我自己。我看得到你，你超近的在这里。我们要走了。拍那些结婚的人。哦哦哦！这里有人要来拍婚纱。哇、哦，好美哦！今天超多人结婚的。对呀，继续聊。讲刚好讲完。那你要先拍那个 baby 啊，小心小心，不要摔。这边有一个 baby。我们在右边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在右边。我们要走了，因为逛完了。现在超级热。超级热。都已经十
月还那么热情。我们要走了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，拜拜。昨天呢？